现代生活很多年轻人往往内涵怕冷，精神萎靡，睡眠质量差，这往往是由于心阳不足而导致的。而心阳不足，阳气少了，就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推动血液和水液的正常运行，一般血得温才流动顺畅，遇寒则就停滞了，阳气衰弱，不能温养心脉，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阳虚症状，如面色苍白、怕冷、胸闷、水肿等症状，甚至发生心梗、冠心病、癌症都有可能发生。所以补足心阳是预防癌症最重要的措施。在这里教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，神阙穴，肚脐也是我们的神阙穴，长按此处可以沟通阴阳，双手搓热按摩此穴五分钟，每天三到五次或者艾灸此处，将艾草的阳气直接吸收到人的身体，振奋心阳，改善心阳不足导致的各种症状。时间上每天控制在3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了，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坚持。那么如何判断自己的心阳是否足呢？其实总的来讲，心阳虚乏容易出现以下症状。心阳一、失眠、便秘、手脚冰冷、胃寒怕冷、胸口憋闷、刺痛、口舌发紫、尿少水肿。二、精神萎靡、神思衰弱、反应迟钝、迷蒙多睡、懒言声低、面色苍白或青紫。三、动则出汗、时常会心跳加速等心悸症状。所以当出现上述症状时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已经出现心阳虚这种状况了，此时就需要及时的补充心阳，调理身体。心阳急虚的人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桂枝甘草汤，它是振奋心阳很好的方剂。而对于普通人日常保健，我非常推荐艾灸，像肚脐、足三里、关元都是很好的艾灸的地方，长期坚持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，大家不妨一试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